是第二波高寒流开始，开始在家族希望今年内啊，在我们东方光文武先生的保佑之下，都能够回家平安，能够喜春喜春喜如意，满堂春。那么各位的这个啊，一个十年算年，可能都看到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未来参加这年度的晨会代表，成则有奇，奇则有成，然而主主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，为天下之主，为化，叫做进步之线，进步之线，安定之关。